金秋九月，又到了各类瓜果丰收的季节。在江西寻乌，这两天，当地五点五万亩寻乌蜜桔迎来了丰收。在寻乌县丹溪乡高峰村的一处蜜桔园里，漫山青翠的蜜桔树依山蔓延，青黄色的蜜桔挂满枝头。果农林红发和工人们穿梭其中，忙着采摘、挑拣、装箱。 据果农介绍，由于今年雨水、气候适宜，蜜桔产量迎来丰收。我种了两千多棵蜜集树，今年雨水、阳光很充足，产量比往年要好。全部摘完可以摘到十六万斤，现在的价格在两块六到两块八左右。我家的蜜桔全部摘完，有四十万块钱的收入，心情肯定开心了。 口袋里面有钱了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寻乌县昼夜温差大，无霜期长，土壤深厚，非常适合蜜橘的种植。今年当地良好的天气和优越的地理环境，让寻乌蜜橘丰产又丰收，预计全县总产量将达到六万吨以上。 除此之外，当地不断改良种植技术，选育好品种，推广种植了特早熟、早熟和晚熟三个品种，在提升品质的同时，还延长了蜜橘采摘期，上市周期能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年底。如今，寻乌蜜橘种植规模已达5.5万亩，年产值达3.2亿元。